铁柱，还有多久才到啊？哎，人呢？不好，原来是画中人开了灵智。少在这装神弄鬼的，有本事出现我们打一架。既然来了，就在我的幻境里好好享受吧。你确定法术用对了吗？怎么可能，只要有七情六欲就一定会中我的幻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么看来他还挺可怜的。你们怎么了？虽然你不受幻境的控制，但是你的同伴们好像很喜欢。聆听，铁蛋，铁蛋，怎么办啊？春花，铁蛋还是不行。给我重重的闪！铁蛋，你怎么了？区区一个法力也想跟我过两招，可笑！怎么可能？可我要是不普通呢？住手！放开他！林青。